带来这首好听轻松的歌曲《两指蝴蝶》。谢谢，好，来，谢谢谢谢，怕婆点跳了，然后来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好，来，那么今天啊，哇，真的是高朋满座哈，有很多呢都是这个座上嘉宾哈，啊在豆香白干酱你要等，就和你打给诺娜黑城有汉和豆香白干酱你要在来祝福们今天我们的节目赞助的单位哈，好，每个人呢都会当探亲探爱就贼哈，啊打到贼个酱你要万酱你要赢，就和你打给诺娜带给带你短探亲，樱花富贵是慢慢你，贼个酱你要赢酱你要万，会当几万财万。家庭幸福快乐有美满。好，刚刚好听的两指蝴蝶，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哦、我们的乐团，这个每个人都才华洋溢了哦。你看我们贝斯老师会唱，对不对？会弹，像我们今天的鼓手，哎呦不简单啊！
哎呦，光那个名字对不对就很响亮。哦，好这刘喜，八折。听起来不太好。哎，今天我们的鼓手呢特别了哈，这个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不得了，你也看也给戏。这看起来刚好新够了，新玩具。刚刚听这么好听的音乐，这个节奏有没有？从头到尾都是我们这个鼓手他的电子鼓玩出来的，真的是很好听啊！哇，好棒！啊，那 Kim 叔都没来啊？要来，要来。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邀请我们这个二胡老师啊。